是说要有同样的轮廓，才能被算作是一家人。是不是说会有很多个以后，无论怎样都属于我们。是不是说会有说不完故事，归于你，归于我们一家。我会在这里傻傻的一直等你，不管大雨是否突然来袭。我会在这里将一切安排就绪，只等你一句。我会在这里默默地守护着你，就连呼吸也怕打扰到你。也许这就是家人的意义，多美丽。韩慕皇，韩慕皇，啊，苏玉在你这儿吗？没啊，怎么了？那他这两天联系过你吗？怎么了？他，哎，真帅！这小伙子怎么又来了？太帅了！什么？无比的妈妈是自杀的？其实那事儿的事故责任人根本就不是他，他经手的那批货没问题的，后来出了问题，是商业间谍联手经销商，把其中的一部分商品调包了。果然跟我猜的差不多。那这件事儿当初就没有彻查吗？查？怎么查？利害关系人失踪了，证据又找不到，这件事情必须有人出来担责。对方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为了搞垮吴正豪和他的公司。所以无比妈妈为了保全公司和丈夫，站出来揽下了所有责任。她太了解吴正豪了，一个把事业当命的男人。吴正豪出身寒门，一生奔波劳碌，为的就是现在的财富和名利。你虽然是个孩子，但我看你以后也不是个等闲之辈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墨家都是狠人，唯独出了一个我妹妹那样的软柿子，就被吴正豪捏得连命都没了。那你说我妈是被利用的，又怎么解释？因为当年那些第三者的谣言是我找人散布的。这没办法，那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我妹要担责，为了让她打消这个念头，我就故意散播消息，破坏他们两个人的感情。只是没想到他们两个人情比金坚，我妹对吴正豪更是无条件的信任。可即便担责，也没必要赴死吧？你以为我墨家的人会去坐牢吗？我妹不死，死的就一定是吴正豪。这是有多爱才可以做到这样？我们辛辛苦苦创建这个公司，从无到有十几个年头，好不容易到了今天，如果你出事了，我们公司就全完了。现在还没有查清真相，你不要这么快下定论行不行？还查什么查呀？我说了，就是我的问题，是我为了冲业绩才去冒的险。就算是你的问题又怎么样呢？我们是夫妻，我是你丈夫，要扛一起扛啊。那我们就解除关系吧，这样你就不用受连累了。哎呦，你瞎说什么呢你？我说，
们离婚吧。我不同意。你们为什么要离婚？大人在说话呢，你小孩瞎听什么？出去！是不是因为那个女的？你是不是有了外遇？你听谁胡说八道的？公司的员工，他们都那么蠢。你没有的事儿，别听他们瞎说。走。原来真相是这样。那吴正豪，吴比的爸爸知道这些吗？应该知道吧。即便我妹让我一直瞒着她，但是我觉得她但凡不傻就能猜到，只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更无法面对她的亡妻和儿子。这是我妹当年写给我的遗书。如果我能早点看到，早一点赶到现场，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。现在你拿去，有了这封信，就能证明你妈妈的清白。谢谢。至于吴比，还有几天就成年了，也该知道真相了。叔叔，我还是想问，您为什么愿意信任我，愿意把这些事告诉我？你猜。因为我的坚持感动了您。因为我的狗没咬你。我的这条狗我养了十多年，在我的印象里它只老实了两回。第一回是我妹来这儿，还有一回就是你来这儿。我始终觉着狗比人可靠。吴比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两天去哪儿了？你还骗我你在家。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一天一宿？你知不知道我很着急？吴比，你先听我说。我知道你妈去世的真相了，她不是你爸设计害死的。你误会你爸了。我只是在问你，你去哪儿？你先别着急。其实我一直都没告诉你，那个小雕像的男孩就是我。这证明你爸和我妈没有私情，你妈和我妈的关系也很好。你如果不信，你还可以看看这个。我只是在问你，你去哪儿了？去找他的，谁让你去找他的？
老板，来碗面。是不是他们其实都知道真相，只是不想接受而已？是不是我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？吴先生，早点休息吧，明天就要举办婚礼了。舍得为他死，却不舍得为我活呢？只要我们在彼此左右，感谢你从未有一丝保留，哪怕是为我用尽了所有。妈，我只有一个心愿，希望能在天之灵保佑我。感谢你陪着我一在这个世界里品尝所有，好的坏的不重要，只要我们在彼此左右。感谢你从未有一丝保留，哪怕是为我用尽了所有，你做的已经足够，这次换我来守候。吴比，吃饭了没？阿姨把饭做好了。对不起。你，我为我之前说过的话向您道歉。没什么，你还是个孩子嘛。再说，你也是我儿子，我怎么会跟自己儿子计较呢？我妈生前用过的那些东西，值钱的都留下，不值钱的就烧了吧。这节课我们复习镁铝，为什么要把镁铝放在一起呢？它俩在元素周期表中位于同一周期，并且相邻，有些相似之处，都容易失去电子。镁是失去两个电子，铝是失去三个电子。叔叔，苏玉呢？在医院。
吴比，你怎么来了？苏玉呢？刚睡着了。放在外面，他是不是惹到你了？什么意思？那天苏雨一回来啊，就发高烧了，然后就一直说胡话，说，谁谁谁不让他进屋了，谁谁谁让他淋了一夜的雨，又说不给他饭吃，又说这说那的。姨不是想着那两天苏雨说跟你在一块儿呢吗？姨也是猜的啊，要是说的不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哎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我失眠了，想跟你说说话。你那儿怎么那么热闹？我们这儿聚餐呢。吃什么呢？海鲜，下雨天配一桌子海鲜，多潇洒。真羡慕。证件呢？证你姥姥的剑！哎呀！你干什么你？拦住他！莫仁和！给我出来！我没想过我所做的是对是错。莫先生有事要忙，你不能进去打扰。此时此刻也许是最好的燃火在心里燃烧着，我们祈祷，我们远眺，哪怕一次次的跌倒，人在奔跑，有过煎熬，也曾梦想，却未曾落荒而逃，也许并不巧。你怎么来了？每颗心真重要，总会有破晓。我是你舅舅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打你怎么了？我打的就是你。别惹事，你我继续寻找。吴斌，你疯了吧？我住手！他是我外甥。这个世界五光十色，就像牌面，引人注目。可越美的约会，伪装越容易破。由不得我，经过才是此刻最值得欣赏的。否则，是你对吗？我们祈祷，我们远眺。哪怕一次次的跌倒，人在奔跑，有过煎熬，也曾嘲笑，却未曾落荒而逃。不给喝水是吧？我让你今天替他喝个够。每颗星辰闪耀，终会有破晓。你若希望来到，答应我继续。
各位新老朋友们，今天是我们周怡小吃店开张大吉的日子，欢迎大家前来品尝，请进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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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快请快请，欢迎欢迎。哎，你说今天真是好日子，咱们这小店开张是苏玉的生日，双喜临门。谢姨送我的蛋糕，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过生日。你没给孩子过过生日啊？哎呀，这老人才过寿呢，一孩子过什么生日啊？真是这当爸的，过啊，儿子，啊，爸今天一直忙活这个开张，也没特意给你准备什么礼物。这么着，给你一张彩票，中了全归你。你说你忙，倒是忘不了买彩票。朵朵，要我给你哥哥即兴赋诗一首？哎，好呀。比哥哥不在，我没有灵感。哎，我说你们两个是不是闹什么别扭了？哎，你瞧瞧你们两个大小伙子，给点蜡烛了。啊，行，好。过生日怎么都不等我呀？不比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今儿做值日，晚了点。这是什么礼物啊？这个先不能打开啊。这是秘密，快来坐吧啊！快来来来，哎，许愿吧，快许个愿吧，许愿。实现，我有灵感了。哎呦，你这还得上去啊！慢点，来。他闭上双眸，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，他透过盈盈的烛光，望向那一张充满了故事的面孔。如果大海深处有一个木箱。一定写着一个愿望，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来，下来，慢点儿，快切蛋糕吧，来，来。刚才吃的蛋糕都吐了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对不起啊，我昨天不该那个态度。有什么可对不起的？是我多管闲事。对。你就是多管闲事。你为什么非要去找他？为什么要让那么一群人欺负你？凭什么呀？就凭我想给你一个真相。如果我知道是用这种代价换取真相，我宁愿不要。你说我们两个要有你保护我，不是，该委屈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还哭了？不会走的，我相信你说过的每一句
我错了，是我不该自作主张做这个事情，是我不该草率地把结果告诉你。我不知道你接受不了，我真的。好的坏的不重要，只要我们在彼此左右。感谢你从未有一丝保留，哪怕是为我用尽了所有，你做的已经足够，这次换我来守候。我并不是冷漠，也不是你的生日礼物啊，只是不善表达，只好一直沉默。我明白你不只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更是一家人。感谢你陪着我一同遨游，在这个世界里品尝所有，好的坏的不重要，只要我们在彼此左右。迟到了6年的生日礼物，感谢你从未有一丝保留，哪怕是为我用尽了所有。我替我妈妈送给你，你做的已经足够，这次换我来守候。感谢你陪着我一同遨游，在这个世界里品尝所有。好的坏的不重要，只要我们在彼此左右。感谢你从未有一丝保留，哪怕是为我用尽了所有，你做的已经足够，这次换我来守候。你知道我听说你去找我二舅，为什么反应那么大吗？因为他脾气怪。岂止是怪，简直是变态。你知道他外号是什么吗？什么？莫一招。凡是一招可以毙命的事儿，他绝不出第二招。我小时候挨他的打最多了。外甥也打呀？不是只有亲儿子才能下手吗？哼，你太小瞧我们莫家人了。别说他了，我大舅，我小姨的巴掌，我都挨过。你爸和你妈真是暴力美学的结合，怪不得你这么能打。怎么了？胃又疼了？还行，吃过药了。光吃药不行，你得吃点东西啊！我去给你熬粥。我吃不下，那也得吃。波比哥哥，我要跟你们一起睡。哎呦，那不行，我们睡的是木板床，太硬了。没事，我就喜欢睡硬的。我们床太窄了，我怕挤不下咱仨呀。没事，我就要这么窄的一小块地方就够了。你苏玉哥哥他生病了，需要好好休息。咱仨挤在一起啊，他肯定休息不好。谁说的？生病就得多出汗，出了汗就好了。只有挤在一起睡才能出汗。这样，我先去给苏玉哥哥弄点吃的，这事儿咱回头再商量。好的，好的。哼。商量，回屋我就把门锁起来。你，嘿，
动作倒挺快。睡着了呀，孩子，前两天天天在店里，这一回来肯定想和你们这钻。快睡吧。哎。吴先生，菜齐了。嗯。真没想到吴不愿意回家过生日，更没想到咱们一家四口还能坐在一块吃个团圆饭，你们俩多吃点啊，来吃个腿，你也来一个。嗯，你要吃自己夹呀，干嘛抢人家的？他吃螃蟹过敏。苏玉吃螃蟹过敏啊？你看我这亲妈都不知道，你看看这俩孩子关系多好。嗯，你们看啊，现在咱们一家关系那么融洽，你爸呢最近也没那么忙，要不你们俩搬过来一起住吧。我是不可能搬过来的。那吴比你一个人搬过来也行。他在哪儿我在哪儿。你那个学业怎么考虑的？马上就高三了，你准备报考哪所大学啊？要不要给你找一个课外辅导？我跟你讲啊，你现在这个学习成绩啊，能不能让我好好吃个饭啊？这些以后再说嘛，跟孩子关系刚缓和点儿。再说今天是他生日，吴比，你猜爸爸给你准备了什么生日礼物呀？你今天满十八岁了，可以考驾照了。这辆车就是你的生日礼物，谢了。对了，苏玉前几天生日，你们做父母的不能厚此薄彼吧？也送他一辆得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不要。哎，应该的。你下午带孩子去四 S 店挑一辆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真不要。哎。干嘛不要？你不要，他们又要说你践踏他们劳动力了。今天你生日，我都没送你礼物，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能送你什么，比你送我那个珍贵。你已经把最好的礼物送给我了。对了，刚才吃饭你那魂不吝的劲儿怎么又上来了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看见我爸爸就忍不住。哎，从小就跟我爸不对付。我跟你说过，除了我妈的事儿，我跟我爸最大的隔阂就是他对我的不认可。你看今天那表情，一脸的瞧不上。那你有想过去争取他的认可吗？干嘛要迎合他？是不是说要有同一个心事？
才能赢。是不是说会有很多？无比哥哥生日快乐！无论怎样都属于我们。是不是说会有说不完故事？哦，生日快乐！快乐！关于我们一家。你怎么也来了？我爸是无比粉丝，稀罕死他了都快。哎呦，你这个孩子，你有人家无比 man 吗？你要是这么 man， 我能不喜欢你吗？你看看无比多 man 啊，小男子汉，耶！是吗？生日快乐，无比！谢谢。就连呼吸也怕打扰到你，也许这就是这人的。是说会有很多个以后，无论怎样都属于我们。是不是说会有说不完故事关于你，关于我们傻的一直等你，不管大雨是否突然来袭，我会在这里将一切安排就绪，只等你一句。我会在这里默默地守护着你，就连呼吸也怕打扰到你，也许这就是家人。我算是想明白了，他不是跟我置气，他是真想待着这儿啊。我送一辆车都比不上人家一顿饭。孩子嘛，图一时新鲜感也是正常的。我就有一侄女，平时啊在大城市里住惯了，这一到农村啊立刻就撒开了花，恨不得呀钻进那猪圈里撵着猪跑呢。我了解他，他要是图新鲜，超不过三天。在这儿都待了大半年了，你说这些孩子都在想什么呀？我小时候啊，一顿饱饭，一个陀螺，我可以开心一整天。那时候别说汽车了，就连自行车都没见过。吴总，有些话呀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你说。其实我觉得吧，正是因为成长环境不一样，所以啊，这内心满足感的来源也不一样。就拿您来说吧，您小时候缺的是物质，所以您可以通过这物质啊，获得内心的满足感。这无比他不一样啊，他从小就丰衣足食的，什么都不缺。他缺的最多的呀，是陪伴。他小时候啊，我就应该多饿他几顿。想法，偶尔
还没那么的听话，可真是你带来了牵挂，才有完整的家。从今天起，每分每秒都像是我这一生的惩罚，因为有你在我身旁，一切都变得美好。从今天起每